Venerable. And poetry in general, singing, nihai, with a long wind circle. Just a shidai, hold on for a minute,你不就是就是会这个样子，练得神神感的神神自在，啊，不要你不练的练到心里那么大欢笑，练的话，你不就
啊，当然但是慢慢的呢功夫施展以后才成了施展未到成了两个也不要紧啊。好奇怪哦，那小孩子吃母乳就会长得白白胖胖的，慢慢会的学着走学着爬，以后慢慢的学着会讲话，是吧？有寒暄人我们要吃茶吃饭，当然要吃茶吃饭，吃茶也吃饭，你身体长得健康，健康的身体你命里得好，然后在人道来讲，作为国家需要做的是一个健康，学不到我们就要慈爱一切众生，人怎么样成人吃苦吃饭，我们现在怎么样成佛呢，就得要好好的肯定我们慈爱菩萨有他的功用，让我们要离苦三个做什么用，离我们的功用做什么用，肯定不是就这样，那小孩子不是一直就长大的吗，当然我们也不可能一提就成不到三堂子之间，我们现在你不管还见不到苦，当然你见不到苦了，虽然未见到苦的等待时间能普通的功夫们大师培养，时差一到必适合，当然你说能普通的功夫到你适合适不到那怎么样啊，这就是你学的这么真的讲不进那这个一把我们所说的，你不修行怎么还不能够成功，你那个运气没有做得好，你运气没有做得好，有米有水有财你不会有饭，必定要懂得那个方法，以的方法以后做实践到必然有成就，这把孩子也好好要做，令我们恭敬亲人，恭敬亲人是三个人更是无界，这是近似境界啊，是哪些人哪位的人马上一起我就想你们成功，那怎么可能，有那个摩羯雕像一拍马上就有了成道人，不会的，那要经过二十年三十年的血雨轮胎，释迦的母子也事业成就啊，一切就成了，等待释迦，你在释迦之内你不能够懈怠哦，经验你就做好还能够懈怠，学佛的人在身体上空无其成就，你往一学佛就好像太阳一天到西山你在学佛，去年的学佛好像神州学佛东胜的学佛那么要清净你老了嘛，就是清净。拜佛还等待你老啊？是家人完全都放不落上啊，哪里还有个等待？今天修佛，如果今天你都行持了，你还等待明天？明天，明天有明天，你能够等待明天啊？欲望可能是好朋友啊，
好。